本来现在图就是抢节奏，那小丑找推进器要时间，装又要时间，等我推到推一下，抓到个人，两台稳定没了，根本不想去玩。脱口呀！没有人摸他，他在木屋。佣兵，如果机会好，时机好的话，能把他拦下来。好吧，当我没说。反向弹护臂。补电机，好像是敢补那台，我就传过去了。那看来没必要。因为没有修，扫坟了。
这你都敢翻呐？我刚才要是出刀，你就直接死了呀！跑马拉松啊，可以的。看他，他呢？看小刀，他还跟我呢，我得把他带过来。过年鸟，过年鸟好，鸟应该是交掉了，搞忘了。这个人是疯了吗？他一挂死了，哪来的自信啊？
并没有什么卵用的旺旺仔。 应该是往小门跑了。魔术师，一样锤。完全不交，交不交？仍然不交。 过年，过年帮。是我刚才看到那边没脚印，我知道后面走。反正都是下一个误认的事。干嘛呀？吓我一跳！我操！ 把你吓的，好，他死了。 谁的魔头？胆子肥啊！我还是手尸体，让他摸。 装不装？很秀。嗯。 我以为调成19了，娃娃9了。嗯，你看那个你秀干嘛呢？我听见你喷香水的声音了。 他娃娃还想刷一次分，哎呀，何必呢？嗯。
点了投降，这时间到了，大家一起多打一局不好吗？那我再骗一下。真麻烦，他还不出来，蹲你个锤子啊！这两个人还一起蹲呢，你看，真的是强啊！哎，你们不赶时间，我赶时间，我很忙的。还是走人皇机，碰碰运气，万一碰的是个集结石。不想去小木屋，小木屋的话，他要转废墟，拖时间的。哎，又是跳箱。也是打算玩这两块板。怎么是？怎么是蓄力刀啊？我明明点了，只点了一下呀。结石。打个香水，他应该是自救的。哇！我又弹汽油刀了，带的是弹射，没怀表的这个人。不打了，他没香水了。
这也太真实了吧。不挂了。哎，我想打双刀。这样一来，他们都死得快了。但这个咒术师有一把枪，那就跟他对一波吧。怎么被救的呀？应该是娃娃。不是娃娃，调音师救的。门开了，调音师开门，机械师这边娃娃骚扰了，平了，换人挂了太亏了，浪了浪了，又没打针对，表面针对，实则换挂。估计有人在拆，因为这台电机没都动。啊，这什么鬼？还蹦出来了？把他护臂全都交了 ，OK， 然后换人。让我看看鬼火。哎，他人呢？
没种子。没去摘。亏死我了。空刀问题好大呀。好卡。点了个什么玩意儿？亏啊，开局不应该抓佣兵的。
浪了浪了。爱哭鬼还是没事不拿出来吧，翻车率太高了。弹一圈，这个人不按套路出牌啊。在修了。没修完，
还好，他们自己急了。可能是。反正也是下一个不认的事。哎呀，我靠！没了。不能打他，打他的话，那周厨师拿了把枪。好卡呀！
挂了吧，速度一点。佣兵不灵性啊，这样一来都没末班车。家伙等着佣兵，等着他死，排排试试吧。